但是朕已经问过御医了，铁扎尔现在的身体状况是不可以上战场打仗的。我也召见过铁扎尔了，他告诉我，只要找到香火、罢官、刀下留人这几味药，就能治好他的病。这是什么药？朕听不明白。皇上，为了顾全大局。 哀家恳请皇上：第一，要免除谭振英的官衔；第二，你要御赐谭小玉嫁给铁扎尔续弦；第三，要免除阿布宽的死罪。第一，谭振英一向秉公执法，朕没有理由罢他的官。第二点。 铁扎尔和谭小玉年龄悬殊，朕岂能视如儿戏，赐人联姻，毁人一生的幸福呢？第三点，阿布宽的确是犯了死罪，朕不可能不处置他。可是现在边关告急，如果不了了铁扎尔的心愿，他怎么肯领兵出征呢？哼，朕就说了嘛，他就是装疯。哼，皇上。 这可不能全怪他，毕竟是谭振英让他绝了后的。如果谭振英现在愿意把他的妹妹嫁给他续弦，让富察家再留下血脉，那我相信，他是愿意领兵平乱的。可是朕不能这样自私吧？皇上，为了我大清的天威。 为了我大清百万百姓能够摆脱战争的苦难，皇上，你要只是有一念之仁的话，不这样做，那么我告诉你，我百万苍生就要饱受兵劫的苦难。皇上，这孰重孰轻？皇上，你要慎思。